一分钟掌握八个时态，我们来看它们的基本形式。好，第一个一般现在时 She does her homework， 她做她的家庭作业，常态化的事儿。She did her homework， 她做了她的家庭作业，这是一般过去时。第三个一般将来时 She will do her homework， 她将做她的家庭作业。第四个 She would do her homework， 她从过去的某个动作或时间预示着将做，这叫过去将来时。She is doing her homework， 她现在正在做她的家庭作业，叫现在进行时。She was doing her homework， 她当时正在做她的家庭作业，这叫过去进行时。She has done her homework， 她已经做了她家庭作业，对现在已经影响，这叫现在完成时。She had done her homework， 她是已经在过去的之前就做了她的家庭作业了。好，同学们，学费的请打100。